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怎么做音乐的。那虽然我不是什么音乐大师，但是我已经做这种奇怪的背景音乐做了2年多了，所以我想说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制作流程跟一些小小技巧跟心得。Let's go！ 第一个阶段就是灵感阶段。那我通常想到这些神奇的组合，都是在生活当中忽然就想到，可能睡前想到，或者是在做捷运的时候想到。那怎么样把它记下来呢？我有很多的手机 app， 像说钢琴的 app 或者是鼓的 app， 我们就把它搭进去记下来，一定要记下来。如果你没有记下来，你想说哦，回家再去用，根本记不起来。回家的时候根本我刚刚到底想了什么，根本不知道，所以一定要记下来。灵感阶段我也喜欢去玩不同的乐器，因为不同的乐器就有不同的音色，不同的音色就有不同的玩法啊，或者是组合之类的，会有更多的想法出现。有了想法之后，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电脑前面想办法把它输入到电脑里面。那我目前的方式就是用我这个超大的64键 MIDI 键盘，是超赞。这其实原本就是个钢琴，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来弹奏。那如果想要把这些想法丢到电脑里，我们就直接接上 USB，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用软体录制，我们就可以不用一格一格慢慢增加音符，我们可以直接用弹的，速度会快很多。重点是这个键盘还有分压力等级，所以你压轻轻的跟用力的其实听起来是不一样。那我还可以外接延音版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有一些特别的音色。刚 MIDI 键盘有说有延音版，有大小声的区别，但其实你用滑鼠也可以直接做出来，但是滑鼠一个音一个音一个音慢慢点的话，它每一个音的大小都是一样的，所以你要一个音一个音一个音去调整，其实还蛮花时间的。如果你技术好的话，你可能可以用滑鼠直接做音乐，但是我技术不好，我也对这个软体不太熟，所以直接弹比较快。选好我们要的音色之后，我们接下来就要来混音，因为在混音之前，所有的声音音量应该都是一样的，就只是挑喜欢的音色而已，音量没有在理它。所以接下来混音的部分，我有这个神奇的混音版本，那 master 啊，然后我们想要的声音我们就慢慢推，然后也有不同的组合，然后我们也可以在这里挑选。那我做音乐差不多就这样子，那可能音符再变化一下，让它变更有趣，或者是再加一点的效果上去，让它变得更神奇。 OK， 那我们的音乐日常影片就到这里为止。那当然喜欢这个影片按赞，订阅频道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。那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我做出来音乐作品的 playlist，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. My name is Kai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. Bye bye.